我脱掉裤子坐在马桶上面，他突然间不知道什么 problem， 他就按了那个绿色的按钮，那个门就这样子开始打开，很多人在排队，因为是周年庆，就看到一个人对着门口大叫说：“我打包，我打包。”所以你们看我有的时候优雅什么，这是一个假象，因为我的台都会被我妈拆了。刘大宝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叫我的小名？这都是我妈害的，我本来都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后来就是我妈有一次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？我是一个女艺人嘛，是吧？我妈妈是个射手座，我常讲这个事情。然后我是一个摩羯座，土象星座，摩羯座有的时候就是比较认真一点。我带她去百货公司逛街，那时候好像是周年庆还是什么的，我们两个人卡在一个厕所里面。你知道在台北的百货公司里面会有那个叫 family restroom， 因为排队排太长，我们就两个人到了那个家庭洗手间。家庭的洗手间的那个门呢，它是一个暗门，就是那个门你自己没有办法拉，它是自动的拉门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到了里面之后呢，你要锁门，你就要按那个红的按钮，然后那个门会自己锁起来。我们两个进去了，这个是在前几年的事情而已哦，我已经是我了，大家都认识我。OK， 我脱掉裤子坐在马桶上面，他突然间不知道什么 problem， 射手座 as you know。不受控，他就按了那个绿色的按钮，那个门就这样子开始打开，然后我人是坐在马桶上，然后外面的人很多人在排队，因为是周年庆，然后我妈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赶快，刘大宝，刘大宝怎么办？赶快再按一下！啊，他就开始按绿的，按红的，按绿的，按红。那个门因为很慢，就一下关，一下开，一下关。然后我在厕所里，我是上去还是下来？上去还是下来？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你上去你就穿帮啦。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对着门口在叫说：“刘大宝，刘大宝。”是他哭还是我在哭？然后呢，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的 life why？Why 变成这样？我一个女艺人在马桶上面这样子，然后还要被我妈大喊刘大宝。我出去了以后，我都当作刚刚里面的人不是我。所以你们看我有的时候优雅什么，这是一个假象，因为我的台都会被我妈拆了。大家说你妈怎么不来？我说先不要。